千等万等，千等万等，佛山地铁有线终于开通啦！第一日开通，梗系要去同啲公公婆婆一齐逼下啦。唔知佛山电视台会唔会采访我咧？哇！呢位咁靓嘅市民，第一次搭二号线，你有咩感想啊？我觉得好大，好干净啊！湾华站系佛山所有地铁站入边最大嘅。睇下我哋佛山嘅地铁站几靓，成圈都系呢种满天星啊，跟住地板系会折射嘅，超漂亮，好有科技感啊！从呢度去番禺七个站20分钟，佢俾心啊，佢同我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，因为佛山太大了，很多地方都是要揸车，跟住依家去陈村啊都超级方便。哇，好有科技感啊！你哋南昌噶？我依家喺石湾站啊，呢度成个博物馆咁样，有两个大嘅全息投影，是投啲唔同嘅陶瓷嘅，佢上面啲砖瓦设计是镜面砖，影相。